干嘛？这房间东西都已经放太久了。如果你硬要把逸轩的东西拿走，那我也活不下去。就是要把他们弄走，所以你才可以活下来。我也是。逸轩，这可是逸轩最喜欢的。3年前你守着这个房子寸步不离，3年后你还在折磨自己。最伤心的人是谁？是逸轩呐！你给我滚！滚！